给您换一场，揭秘一场，揭秘一场。是，刚才是闫云达，哎，跟任正豪老师。好，来，闫云达，闫云，不是闫云达，不银不银啊。怎么说也是，谁把这个性格放到名字里面？说也够缺德的。淫荡界的一朵奇葩哈，说得非常不错。是，下去跟郑老师俩人洗腚去了。哎，休息休息，这回把他牵上来。哎，这个他什么叫牵上来？都说到你心坎儿了。好家伙，你看他乐的，看这跳脚花神儿，看不见。怎么说？就把您踢上来呀、啊？这不是人话，这都把尿出来呀、啊？是，你够宽的。不是你看见了，没有结石吧？把您咳出来呀、啊？不是，把您啐出来，不是，把您掏出来。把您拉出，不是，把您放出来。请出来，哎，这个自己的请得请出来，哎，说相声是，哎，对您很熟悉，了解吗？当然，关注您五六年了，是吗？哎，见天天的关注您，不，你不关注我也不行。哎，喜欢您啊，就是最近您这个可能是发型有所改变，干嘛有所都没毛了呢？哎，这不又长出来了，一点点，说明您肾好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人中医学讲的说什么呢？这个毛发呀，比较浓密的男人身都好。您这个不浓密的，我这最好。我好，你也好。那最好别好。说就说呀，认识您很长时间了，是是是，对您这个说相声啊，了解太多，说很关注。哎，太对了。其实呢，说白了，为什么这么关注您呢？为什么呀？想通过您啊，学习很多的知识。哎呦呦，这也不敢当，能学习什么呀？舞台上面的经验值得我去学习啊，那是老演出嘛。因为什么呢？啊，毕竟都是同行，哎，有所借鉴的地儿。今天瞧见您了，俩人一个人，咱俩同行。耶、yeah ！哎，这小学玩正学的没劲啊！咱俩，你也是演员？对。哎呦，演您瞧没瞧出来吗？我是一个演员啊，您没瞧出来吗？您演的是个大公鸡的人。我签死你，你信吗？我签死你，你信吗？要不您演的是个喇嘛，对不对？那咱俩拉得手啊，小和尚。哎，我是喇嘛，他是小和尚。哎，不是，那您演什么呀？我是 啊，从事这个戏曲工作。啊，您是一位戏曲演员？哎，说白了吧，啊，我就是一个唱戏儿。那叫唱戏的。哎，唱戏的啊，一个戏子。什么？戏子？这我看您不像戏。那我像鸡子。你倒霉模样，浪劲儿的。哎，唱京戏儿，那叫唱京戏。哎，唱京戏儿的一个大老瘪。什么大老瘪啊？还够像有盖儿的那个。那大老瘪啊？大老板。啊。Very 大 boss。哎，这是面瘫的 boss。真正唱戏唱吗？还是唱不出来。接小我就唱戏，是吗？跟你们一样啊，专业哦。我们7岁就在课边里，哎，我当初小时候我在课边啊，我磕的最好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，要说您那脑门那么亮呢，我告诉你，紧劲儿梆梆梆。磕班学徒嘛，磕班您叫磕边啊？你还磕脚呢？磕脚磕着点儿呢，磕班哎，打
小作歌，七岁作歌啊，够小的。哎，七岁作歌，今年23。嚯，那我那这你，咱们别带虚字行吗？我可听见了，哎，我可听见了，你听见什么了？这虚字我可听见了。反正咱这可有分档头，你知道吗？都给你录下来，那就下去再分。不是大，不少年呢。那可七岁作歌，23出科。啊，对对对，您琢磨我磕了多少年？没磕多少年？啊，不少年。你也不怎么样，不少年。啊，哎，学习那真是学得好，是吧？哎，跟我们老师大没少学习。呵，真知道老师这个？我那知道你老师，哎，知道老师这个？你别牵我。哎，我说出我老师的名姓啊，哎，吓死你！谁呀？说出来，我老师名吓死你！对谁呀、啊？吓死你！不是你别光吓唬，鬼爷是主儿。我问你谁呀、啊？就是那谁？那谁是哪谁？老师嘛，说出来老师吓死你嘛！是吓死我那老师是谁呀、啊？就是吓死你！老师叫吓死你！说出来老师吓死你啊！就是老师。老师姓夏，叫死你。姓夏名你，字死你。这吓你！废话，还有好玩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真不知道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我们老师不在市面上唱戏，不在市面，专职的教学。好，别吓我，不在市面上，你跟黑市唱，跟我黑市打拳卖东西的，没听说黑市唱戏，唱戏的弄水呢，挣了钱了。别说着不尊敬我们老师啊！好，你老师好啊！啊，你们老师谁啊？郭德纲啊！那么矮个儿，今儿下雨天他敢出来吗？被淹死的！废话，我们到这儿我们活着，他到这儿死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、啊？那我们老师也明着死的，不是黑市死的，我对不对？水发的这位是？哎，提这个送他双雨靴，连裤衩都省了，是吧？教会您能耐了、啊、老师就是好老师。哦，对对，你师傅长这德行，我说什么？对不对？起码我师傅能站着死，对吗？你师傅趴着游着死。对对对，那您说了，那您这个夏老师，夏老师，哎，您这个夏老师都教您什么呢？大的太多了啊，京剧，嗯，讲究无法。哪无法唱念做打、我不是缺一个啊，告诉你少一个，那就是京剧讲究四法，唱念做打。得了吧，我都知道唱念做打翻，我不能翻。没劲啊！我们老师教学的科学，您记住，你我还没记上。这就是你们老师，我一翻就是抛饼，啪一下，是啪。那你要现场很惨的，你就唱念做打。你要这么说，你没见过那个摔那肉肉珠似的趴下，肉馅滋哪那都是。我知道摔你肠子的那儿都是，我那儿不是。我你唱念做打翻无妨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老师教的。也包括四堂的，还什么生旦净末丑。不是旦角，我这就不行，就改一个。你铁定是不识数。看得真真，生旦净丑四堂，没有末。哎，啊、哎，生旦净丑，哎，生末净丑。不是，我有点糊涂。别说你，别说你糊涂，我都有点糊涂。就这五个字，您给我折腾毛了。哎，生末净丑，哎呦！不是，大家别忙。你现在又来了一个，还来得及。生蛋，不生末净丑，没有蛋。没有
蛋。哦，行，啊，那您什么来的好？哎呦，这说半天生啊，我生的最好啊。这您琢磨我这身材，你也是嚼得出来的，这生的最好。哎，对，这真的假的？你这再生一个多少钱？有长我这样的带孕妈妈的吗？没准儿这本家是个瞎子。你摸你这够肉乎的，就你生吗？那就你一摸多恶，不是什么叫来一摸你大屁股生男孩呢？我一摸我这够肉的，生只老生。对呀、啊，挣的还多呢。我老生嘛，那一年也就下一窝。那换个词叫老接活，是这意思。还老包不产生，你这肚子多少八的？你好像说对不对？生指的是老生，就是有胡子的男士。正经有胡子的男士，哎，你不够准确吧？哎，够准确吧？我都没发现。老生，我说了，你不用弄这。老生比较稳重，在台上一般都是老人，对吧？对，非常稳重，听得好听，对这意思吧？你不用解释那个。不明白又叨我，您都带着妈妈了，不是你是带着妈妈？那我解释谁呢？你光就说吧，您老生好是吧？哎，对啊，真看不出来，你专业。有机会，那我跟您好好聊聊行。有机会，有机会我也真这么着，我听你这么多年了是吧？啊，这么着，回头我也教你，这么着咱互帮互助，哎，都好好的啊，行吧？争取把这个业务呢有个提高，咱们呢对起观众的哎，哎，是吧？哎，行，今天都有，哎，行，对，今天下行，我觉得您再等我呀，上奶河沟边上找李师傅，给淹着。我给他送一吸管，这么着折着上。这拦了你半天了，我说你是不是自闭？我也得把这套话说完了，你再听别人说。这是包袱，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包袱？这都是包，这不是包袱吗？说人不可乐吗？啊，他身子矮个，我送他个吸管来，往上搓，有毒气也死不了，是吧？潜着水都回家。这家伙，你要从河里边把他捞上来，以为你刚生出来一个呢。你说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他是我生的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没事，要告别一块儿，明天咱们俩都告别。明天还有节目，咱贴着，现改来的这个，他为什么赶得回来啊？不是，你呀，不用教教我，后边这话对，咱俩探讨探讨可以，教教我不必。我就说这意思，咱俩找机会，因为什么呢？关键。这好多学术方面的事儿呢，你要是台上交流，观众瞧着有点下三滥了，还是一定要隐晦一点。来来，别台上就行，你不是自闭，你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唱戏的哪有那么多学术方面的交流？当然，要不唱戏怎么这么多学院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说相声有几所高校？你跟我们说，我们听听。对不对？我们唱戏全是大学院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嗯，中央戏剧学院有没有？啊，戏剧学院有国戏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第二什么？有，知道吗？给完了不？他不像唱像说相声的。歇菜吧，完了，这你说的没有？是不是有？上戏有上有吧有吧，哎，上海戏学有没有？哎，你敢说没有？你说来，你来说没有？你说，你咬着我，敢对不对？确实得有啊，对不对？是是那我们你们这也就天津完了没了。我们这中国北方曲艺学校，这不就是天津的吗？啊，对，曲艺学校，这不一个地儿吗？啊，是一地儿吧？我们这儿我们琢磨琢磨就说是俩地儿。那我们北京少儿取笑，你这是谁办的？李文山，你这说话说还不利索老头呢？你是吗？你说出来这个观众都不乐，都傻了啊！这他说是李文山，我说李文山啊。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好，我知道人多了，我都说出来吧，那不给我枪毙了吗？对吧？那
您说爱缺德，说谁骂谁，你这是。像你甭管艺院校啊，怎么着也好，唱戏这东西你会了就可以。对对，我说咱俩私下聊了，是不是？今儿你说包公私下，哎，就是就咱们大不大公，不是你干嘛呢？你这都你这孩子在里边踢你呢。老有这孩子，我那意思呀，大家差不多就散了都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下雨了啊！已经下雨能散哪儿去？你告诉我。那就都别走，还愁？就都别走，那你们踏踏实实坐住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挺好，来来来，我看你半天了。我捧您不用说话，别自闭。知道唱戏的不容易，关一小屋自己。我问你这话，哎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哎，你说，哎，你是说相声？是啊。哎，你说相声，观众干嘛来？听相声。听相声为什么？乐呀、啊。你看，你说半天，你怎么乐呀、啊？看你生孩子就乐了。我不可乐，我一捧人的，我怎么乐了我？看我就可乐了。对呀、啊，就看这臭不要脸的呢。再说了，来，反正也走不了了，你们你想好了。回头交流，不用，就现在，后台都下班了。反正就我一人也没事干，这大伙儿也走不了，下着大雨呢。咱俩这唱一回怎么样？来一个，好，来，大伙儿。没有，还有不少没拍。总结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反正你们出不去了是吧？这种点你们要出去就反正淋着，淋着明天就感冒，感冒就肺炎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别出去。你怎么那么色呢？对不对？反正你这出去之后，你进来还得再交门票钱，对吧？你哪儿不是避雨啊？对不对？你这我也是交进来的，但凡要去别的地儿，我就能进来。不是你交进，你这尖儿是怎么进的？怕雷劈着我，避雷尖儿，你看没？咱俩唱一回，行行吗？反正都走不了，唱唱呗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你唱唱一回少一回嘛，对吧？谁送谁？你想我怕你唱唱圆寂了，对吧？我圆寂了也给你把孩子生出来唱，特别像这个延参法的。延参，没有将人生是如此的精彩。让我们一起走过了人生的等地，感受了许多的许多。你再说会儿，我真圆寂了。别呀，他缺德招人疼。你甭废话，赶紧圆寂。唱完就别，对呀，你唱啊。是的，你选出戏呀、啊。别，我选戏呀、啊。怎么了？我会的多呀。嗨，废话，我说了一戏，你不会，嘎嘣你死。什么我不会？你这说原地就原地呀，那戏我们都听过吗？差不多了。行，你别我说，我专业的，我一说来，我欺负你，非得我挑。对对，这就跟你说相声似的，你说一相声，我爸我接不上来，我这丢人。对不对？你挑戏，我挑，我挑。对不对？小孩子都行。你来一个，我说一个，你来不了，我欺负你，对不对？对吗？真有点自闭啊！不是，我就说我怕人家这么自闭的。不会说话了，闭嘴！我想想，别打我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。我刚想起来，我哎，想了，有一出整出我都快追韩信怎么样？这上这大雨天上车，这我知道你跑哪儿去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你绕圆框走一圈，你要上广安门还好点。你这下雨天你问我进门儿那咱俩游过去是吗？不上了，我家还追韩信，这大雨天的。他您这追韩信愣追去，那是没有技巧，这东西。哥，撒着猛追你吧。换一个行吗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换一个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当然，我不走大半昆考虑。未央宫，这怎么样？这么一出戏吗？这不，这是分开的。追韩信侯里向你愣追，未央宫不用动吧？这么追着给弄死了。对不对？追着怎么这么说？一下把韩信给斩了。你让我想想，那你再跑。哎，大鸡给你挑了。有。大灯殿，你看怎么样？就这出了，这是梆子的，这不是京戏呀、啊，这个。我爱听那个，你给我再想想，我操！哎呀，
行，来、啊，黄楼，行吗？早该说黄楼，那是大说黄楼不完了吗？万、哎、人家包公到黄楼，你唱一大灯殿，我就知道说这个，早说黄楼不完，那还费那劲，我还追韩信呢，谁让你跟一追去了？这给你大金条了，就这个。来，黄老，咱买机票吧。黄武汉呐、啊，武汉，武汉行。这种演员啊，唱什么戏就得愣去，你知道吗？追韩信就愣追，黄楼就愣去。大黄楼，你有真实性啊！你再给人拆了，你说谁看呢？你拍纪录片儿似的。什么意思吧？就是你什么意思？咱俩分开决，在这儿唱完这戏就得了，就散了。哎，交流交流得了。行，我分角色，来，你挑，给我挑，你先挑，你挑，哎，这不又是我戏，也是我，这都不行，这就得你挑。废话，我挑完之后，剩下的你全都不会，怎么了？那我好像特惨似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就是你的问题，对吗？我专业人，我你说是一谁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能来。我说是一个，我都摘完了，剩俩你来不了怎么办？你来哈利波特，你来干嘛？黄楼里有哈利波特，当然我也来着啊！你说这也来撑不了，我给你借个扫帚，跟你们玩。行，那我先感情话。对，啊，都们，角色也少，咱把时间再控制一下的话，就几个角色，我来刘备，我呢，诸葛亮，这行吗？没问题。哎，我喜欢诸葛亮，是吗？哎，仰着天文，俯察地理。对，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，小奇门之遁甲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诸葛亮，憋死你了！一套一套的呀。啊，诸葛亮，姓朱名葛，字子亮，你知道吗？父姓诸葛，单字名。对对对，大好蜗牛，哎，蜗牛，卧龙，也不知道真认识假认识。嘎子牛这跟大龙虾没什么区别，你有这个区别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行，就他行吗？哎，不行。有俩人，等等，我后边再改一个张飞。张飞，哎，对，张飞，张飞，哎，大张飞啊，啊，是是是，张飞八呀，大张飞呀，八呀，哎，大张飞呀，打厮杀呀，这里有这，哎，张飞，张飞呀，啊，张飞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得啊，翼德呀，张翼德呀，这玩意儿改头来了，这张翼姓张名飞，字翼得呀，张翼德，哎，张翼得呀，张翼德就是张翼德。这大伙儿急憋死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我没了，我歇了。是啊，别慌，我完事儿了啊！对，我就来，我来诸葛亮干嘛了？啊，对，这不是怎么了？有这你解释办的有点儿，有点儿考虑。我专业演员啊，七岁做科，二十三出科，科目千年，我就来一角。哎，他一业余的说相声，还捧哏的，来俩角。咱别说那么官衔气质啊。对，也是。他来俩角啊，我来一角。别看我胖，我饭量小。哎，我来一角，瘦他多吃。我说不是您等会儿俩角儿。哪个角儿？是角的角角色的角呀、啊、再有一个我是两个角色，两个角色不同时出场啊，你这一个人物贯穿我这两个人物啊，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一个人物演成两个人物，我人格分裂啊，哎，我人格分裂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说到这儿，哎，诸葛亮也能是双子座的，哎，哎呀，诸葛亮要分裂，刘备得死了。哎，行，怎么样？就坐他旁边。哎，我就我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哎，五月份，您这不是分裂，您这是缺心眼儿。哎，四月份的尾巴，双子座。都献血的。对对，都怎么着？哎，那咱们就布置布置开始。可以吗？哎，那咱布置一下舞台，来来来。什么？布置一下舞台。谁呀？咱俩啊？怎么布置？把桌子拿后边，分出前后台来。行行行，来。不是你这就开始分裂了，不是你要这样多危险啊！
过呀、啊？有，偶尔是杀人狂。没事，这一机灵还是很小的啊。我要是看着光头男，我就上了劲儿了。听好了啊，这地上怎么这么脏啊？这个，你们这说相声都跟着尿出来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尿十三百五。就说他们的演员都不值钱了，才十三百五。行行，我怎么着？我这怎么也得贴二十四百八。有零有整的。看着啊，桌子前面是前台，桌子后边是后台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，行吗？这是前台啊，就是后台。后台，咱这后台太紧了。这不这个，这不难为我吗？这谁让你刚才卖那么大幅度？容易扯上蛋。这没事啊，这不要紧的，这不三俗知道吗？因为电影里说过这句话，这不是我的原创。而且您这话还有考究，当然有考究了。行，就这样了。让您先跳十分钟。因为我怕什么呀？我怕这个上场门下场门，这万一让我捡个道具，我怕赶不过来。哎，你甭赶不过来，我自个儿去，这还上马上去。你先把自个儿说服我。跳舞。怎么了？忙过我。我自己看着点妆容画画。也是最开始的。准备差不多的。觉得有一个时候吗？我也变成功了，这魔术就这么简单啊？就你徒弟？我以为变魔术。谁给你变魔术？这大空着呢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啊？你没唱过戏呀、啊？你这专业演员吗？我一看他进那粗人里边。干嘛？您上场，我打架；我上场，您打架。我那羽扇纶巾呢？我这带来，这还倒霉模样，羽扇纶巾给头就没了。那我那羽扇，来，那羽扇，哎，哎，我这不来羽扇，拿着这个。你听我，就这手势，拿住了。拿住，哎，这摇，往前摇对。我反手。说挺大一句似的，手绢这儿就合着了。哎，往左边走，哎，干死他，歇死你！你也就有人臭流氓，多吓人啊！随便拿一个，说你这玩意儿太简陋了，一点道具都没有，你说这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着啊？你这人家穿的寿衣不得带着你对吧？什么呀？就那个西装啊！啊，说就不是寿衣啊！对，我看您这技术还能再活两天。昨天我就给你带走了，就怎么着行吗？真的没都没有都没有，就唱完就得了。咱不是为艺术交流吗？那个乐队老师呢？乐队还拿嘴打架？平时对戏不带乐队的时候，不都自个儿打架吗？这都老规矩了。不是，咱这还太简陋了吧？这玩意儿，你要什么多的？就这么着了。那你不就唱成什么样了？早料到你不能唱成什么样。因为什么？他没有那个锣鼓点那声音大呀，他能把我这唱腔就给衬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您那到时候我给您伴奏时候，我大点声不就完了吗？对。行吗？那咱开始。那头场我先上。那我你低点声，先往上。兄弟，他不会。我唱，唱
受了。这都不挨着了，不分手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了？不是你怎么没事啊？这事儿坏了，没事，姑娘，你没事，没事啊。好好好，要不你那木牛流马怎么处理的？行吗？说咱呀，换个地方行吗？我跟您商量商量。行，掐嘟儿掐，掐掐嘟儿掐，你那跳呀，你那叫不跟去了，刘备出场，掐掐嘟儿掐掐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好好认真的给我回忆回刘备出场的家子？呛呛这几呛呛就是这么打，你一路开这个知道吗？刚才就这么打，我怀疑你是唱二人转的衣服呀。刘备出场打小锣啊，早说打小锣，我操，小锣。老罗是魂斗罗，都怀疑小罗你光喊。我说打他来，那咱们知不知道吗？小小罗得得，知不知道？你告得管他，最后有告得的吗？告得不早得出来的，这上来就得着。我疼得得。你看他当那个一小秃瓢当皇上，你知道吗？你甭管这秃瓢过皇上，你想想。
要甭管你哪儿弄，我就是玩怎么的，就玩老咬死你，信不信？就玩老弄死你，我说这咱们这徒弟，你甭废话，就玩咱们这徒弟，那么贫呢？怎么？你不就玩吗？你管我呢？玩儿，你闭着眼傻。还有传呼台吗？那个，这事儿，那明明是诺基亚。诺基亚是当了喇叭的了。我真跟不上他的跳跃速度。唱戏的现在都这样啊，精神分裂啊！啊，先生，大猪官，公主们，你才公主呢！你要说公主，我还是个人。公公母，主公，受不了，主公啊！啊，先生，啊，猪公，猪公，也不大。此番东吴赴宴之事，你把姑哎害苦了。不是哪儿呢？废话，谁坑谁知道，知道吗？我讲理不讲理啊？我讲理不讲理？打一上台，我让你溜跟三孙子似的。我堂堂一诸葛亮，我这么大个一气势，耗着跟三孙子似的，我是怎么了？闹半天我打半天架，我费那么半天劲，哎，老于我还有大，你是的吗？你还有点医德吗？瞧你那样的，啪，亏了。不是你没闹清楚，不是你害苦。谁呀、啊？诸葛亮。找诸葛亮去。我哪儿找去？跟我说一声，对不对？你看谁？诸葛亮。我的剧中人跟你的剧中人两人精神上产生碰撞了，懂吗？就是说你害苦我了，是这么着？咱俩的精神上产生碰撞，那你觉得呢？我以为是灵魂上，就是跟我没关系，哎，啊，不是没有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就是诸葛亮跟刘备的事儿，哎，咱俩是穿越，咱也没穿，咱是扮演这角色，同一人扛俩，这跟咱哥俩没关系。这么费劲呢、啊，我怕上气势。这不废话，都开始吧。此一番东吴过江之事，你把姑啊害苦了。没有什么事儿，你别。大大笑话啊！扛老子嘞，是扛老子嘞，是扛老子嘞，扛！这锣怎么这么切呀？扛老扛老。心中恼恨之火燎，擦！你比孤王过长江，擦！浪滩红雪孤曲床，扛浪子来子，扛浪子来子，扛浪子来子，扛扛扛！我就不知道搁哪儿。
天王堂。这是吗？这。善人送之后免，善人再送之后免，善人再送之后不点儿，一点儿也不要送。心中恼恨知过了，操你的国啊去国家，操龙潭河去孤王船，来得扛老子来得善人宋之国你别什么别主公放马心不爽，这是头句，哎，头句，对，二句头一句就不一样，太不要脸了，那玩意儿能一样吗？要我说啊，唱两句重叠的也不定难听，京剧有没有重叠的？也不定难听。二句山人八卦秀那场，这个三句肯定是副歌部分的。用告诉我，蒋身且作中军帐，哎，啊，嘿。给客人说对对对，这不对，不出篓子了吗？哪有篓子啊？您说这不是三一句，那什么呀？这我听出来的，我没错，这是四一句的词儿。哎，别逗，三一句，四，哎呦，三一句，三一句，四一句，对，是四一句。你告诉我三一句。你也是，你对什么词儿啊？对吧？别说着就唱着不完了吗？还骂你唱这句，我恨死你！都是他不对，知道吗？跟你又没关系了，是吧？你不是不能活着面子吗？他，啊，行行，他能见样儿。等候拨龙椅得上。哎，完了，那开始吧。对完了。哎，满足你要求。扛老子来，再扛老子来，再扛老子来，再扛。主公上马你心不爽，山人八卦在胸内藏，将身解作中军宝藏啊，等候那涿州的李德昌，诸葛亮的侄儿还是你大话要是这诸葛亮还臭流氓啊，怎么了？废话是这么唱，双重性格吗？哎呀，这没挺摇滚的，诸葛亮，你是哈林那队的吗？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秀内藏，藏。
点说得清楚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不是你有病又来了。对呀，操山人八卦修罗藏，藏将身且坐中军帐。先吃点药。不是你干嘛呢你？你告诉我们，你是觉得好？